哎，我的老天爷啊，好久没有看到这外面的大太阳了，晒在身上可真舒服。嗯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。走吧走吧，我们把这些床拆了，回家去喽。对了，墓地里面总有几个宝箱什么的吧？东西呢？我怎么一件没看着？别急别急，这不是刚打算拿出来给你吗？拿去吧，我丢地上，你们俩一人一个。等会儿你个大笨蛋，不要急，我在和小维姐姐交易呢。行行行，你们慢慢来吧，反正东西我已经丢地上了。哇，钻石头，还两个二级的水下呼吸效果，心快拿，这个是好东西。我先回家了，你们记得把东西都带上。哪里哪里在哪里？这俩笨蛋，消灭梦影龙以后，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世界，感觉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是暖洋洋的。虽然怪物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，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啊还要继续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把折断的研磨刀呢？嘿嘿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修复这把破损的研磨刀，修理起来好像还挺简单的，只要8颗药魂宝珠就行了。哎，等会儿，那药魂铁锭怎么做来着？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强如我这样的强者会忘记药魂铁锭的合成方法吗？开玩笑，接下来就等着那些药魂铁锭烤熟就行了。嗯，窗外什么声音？小月回来了。哎，咋有一把锈刀掉在地上了？这么好的东西居然随处乱丢，正常人会这样做？仙女你看到了吧，我跟你说了，只要是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，哪怕你埋在地下300米，某些人都会自己跟着味道找过去的。老哥果然上钩了。混蛋，没工夫给你们闹啊，边去，我的研磨刀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去吧去吧，老哥变强以后一定要带我们玩呀。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研磨刀诞生的时刻了。聆听本王的召唤，醒来吧研磨刀。这是，喂，怎么回事？我研磨刀呢？骗子，笨蛋，必须要强化一定次数的折断研磨刀才能修复回原来的研磨刀啊。是这样吗？我看看合成配方啊，还真是要满足1000点 Proud Soul 才能合成啊。嗨，区区1000点的武器灵魂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末影龙的经验可都是我一个人全部吃完的。身上最不缺的东西知道是什么吗？经验值。嘿，果然啊，拔刀剑的世界只要有经验值，你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舒服舒服，仓库里面随便拿一些没用的武器灵魂出来吧。我就不信这次还没发合出真正的研磨刀。老哥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呼，魔剑研磨刀出世，谁能与我争锋？擦一擦擦一擦，口水都流地上去了。我去，你看你看，我在蓄力状态下的时候使用潜伏，武器还会进入一种绝对防御状态，呵呵，简直太帅了吧。嗯，能帅。哎，你干嘛在家里搭方块干什么？不是你说绝对防御吗？我在想能不能在你头上放点铁针砸下来，要是你能完好无损的活下来，基本是真的无敌了。哎呀，走开呀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变态的想法呀。